哎，刚刚啊，这个李菁师徒啊，给我们带了一段啊非常应时当令的作品啊，我们迎来送往，又迎上了我们两位啊青年才俊啊，银飞叶鹏。哎，他们两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来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吧。别，我看人家都有两句说的，就看出来他嫌弃咱们了。咱不理他，咱们自己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说二位是青年才俊呢？应该是我们相声界的高材生了啊！我是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，2005年入学，2016年拿到自己的文学博士学位。特别愿意跟我们这个高学历的我们这些朋友们聊天，对啊，对吧？因为你看，我跟于丹老师，对吧？我是南大毕业，我们于丹老师是南大博士毕业，对，我们这都属于是有共同语言的演员，对，我们能聊到一块儿了。所以你像李丁这种演员，我们一般都不太跟他聊天。不是，叶老师，不对，你应该站这边的。这时候我是关键一票。对，其实咱们学历差不多。这个我觉得，其实现在的相声就需要年轻人，也需要一些高素质、高学历年轻人冲上我们的队伍当中。哎，但是呢，还不能偏离我们今天的主题啊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主题是致敬我们的相声，致敬我们的经典。嗯，今天二位要致敬哪一段呢？这个作品叫做《卖布头》。哎呦，您听过传统的，您跟我们这个比对一下啊。我们这个要是有什么地方，比如说不如这个传统作品，就请您千万别管，别管，提出来，我们修改，重新改编了一个新卖布头。那到底新在哪儿，好在哪儿？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这段新卖布头。多好啊！是不错，特别的高兴来到咱们笑里相迎的舞台。我们这个心里头也是非常的激动。我是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呢，非常感谢天津卫视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，展现我们的才华。天津电视台能够给我们这种演员提供这么一个平台，对于我这种年轻的演员来说是脚笔。你好好说话，老艺术家都得这么说话。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？现在是什么？2018年了，21世纪了。你还学那老的口风、老的表演形式、老的表演内容，脱离时代了。为什么刚才大伙儿好多人没听过这节目？传统的推广力度不够。那你推广？你看我好比推广什么？吆喝就好听极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过去的叫卖呀、啊，卖东西吆喝，指着肉嗓子吆喝。哎，这你行吗？我太行了，你来一个。哎妈！你听见什么词儿了吗？就鼓掌。傻了吧？他卖什么的呀？卖大小金鱼。后边呢？蛤蟆骨朵、大田螺丝。蛤蟆骨朵？蛤蟆骨朵什么东西？小蝌蚪。这么多人，哪位知道现在哪儿卖蝌蚪？有吗？不跟你说脱离时代了吗？新的内容行吗？吆喝这东西，我告诉你最大特点，看见什么吆喝什么。还看见什么吆喝？看见什么吆喝什么？你嘴边的，嘴边的怎么了？麦克风，话筒，不就麦克风吗？麦克风啊，我听吆喝，你都没听过，知道吗？来，小声变大声。有哎，服了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，这叫多形象！你这边把它作用都说出来了。再来一个常见的。什么常见？现在常见的啊，加油站能吆喝吗？太能吆喝了。哎，小汽车喝水的地方。哎，笑里相迎，这四字看见了？笑里相迎，吆喝。哎，节目都这么有意思。你这是万能的旋律是吧？就这一个调，哪儿都这种，老有这个。得有这个，我还来不了他的音儿，你知道吗？没吐过。我绝不来那个。你这样啊，你来一个传统的吆喝。我给你改笑里相迎，拿这调改一下，吆喝出来就比你强。炸油条子听过吗？什么油条知道吗？油条，北京叫油条，天津叫果子。啊，果子！哎，吆喝出还不能吆喝油条，吆喝什么？油炸鬼！啊，油炸鬼！哎，你来，你这什么？你啊，这吆喝，哎，有青来面有白，扔到锅里边飘起来，好大个的油炸的锅儿哎！你看头一句什么词来着？油有青来面有白，哎啊
哎，人又帅来又有才，您坐在底下笑开怀，越听越乐越有根儿来，好大的节目就在天津台了。哎，你看你看，我这个旋律你让邱英俊学会了。嗯，哎，他作为主持人，哦，下回在录这节目的时候啊，他站在天津卫视的门口，当当当往外这么一吆喝，那这个节目得多水呀，啊！那好看吗？那个怎么水呢？各大卫视都有综艺节目啊，所有主持人为了宣传节目，全站在电视台门口。哎，快来看啊，快来看啊，里边是笑里相迎啊，抖唱里边挺像的，快来了啊，快来，不挺像的我当场客死啊，快来挺像的，快来快来。里边有个李大鸭啊，李大鸭那鸭可太大了啊，把它掰下来弄了麻将拍了啊，快点来，我给大伙跪下了。你是干过电视直销吧？你是？那好看吗？那好看吗？你提出了要求，我现场改了。那换一旋律呢？十三香行吗？卖十三香的。哎，来来来，听这个啊。来来来，嗯。小小的纸儿啊，四四方方啊，东汉蔡伦造纸张，南京用它报绸缎，北京用它来报文章，此纸落在我的手啊，张张报的都是十三香，夏天热冬天凉，冬夏离不了那十三香，亲朋好友来聚会，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，这巴东先人来拜访啊，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。你刚才那儿卖十三香的，没错，在农贸市场，哎，面前摆一堆口袋，都甭农贸市场，乡村大集全卖这个，马路边上，对，摆好了，嗯，他在站在这儿，嗯，红五正月，满弓满调，小小的侄儿啊，四四，城管马上就过来，你这不抬杠吗？这个再说了啊，一天都这么唱着卖，对呀。早晨九点是这调门这嗓子呀，嗯，小小的侄儿，下午四点半呢，还买着还这词儿还这调，嗯，小小的侄儿，三十分钟，都还在，小侄儿，把家要背，包绸缎，北京用他的包文章，此事落在了我的手，张张报十三，我都怕你憋死。还是嗓子盯得住吗？那就卖十三香就这么吆喝。谁说就这么吆喝啊？真正卖十三香的啊，有这么一小话筒，小话筒声音非常低，在这儿拐着卖啊。十三香真正香，一楼炒菜二楼香，三楼四楼都沾光，有花椒有大料，炖肉里边最需要，炖肉好炖肉香，炖肉离不开老干姜。你是逛商场逛商店，材料还是我这见，十块钱不算钱，溜溜达达就算晚，你走过南闯过北，坐过轮船过过水，你今天不买得后悔，回家夸夸拍大腿，都是这词儿知道吗？就这样。哎，你是干过的吗？熟啊，咱熟这东西啊，熟这个啊，所以我告诉你这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那这个呢？改呀。这怎么改啊？用这词儿吆喝点新的东西。那吆喝什么呀？吆喝你吧。你要把我卖了吗？你把这个首饰先放下来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。你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推销啊。推销我？推广你吗？推广我？推广你啊！来来，你头一句什么词来着？我小小的纸儿，四四方方。叶鹏这个眼圆四四方方啊！你先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我什么？我什么？我四四方方，怎么了？我桌子成精是吗？桌子成精的好看吗？怎么了？桌子一个个成精的都跟奔波霸似的，嗯，都这样。你就不要学出来了，你干嘛呀？行，你都那么方干什么呀？废话。能接着往下唱，没问题啊。来，叶鹏这个演员四四方方啊，四方的大脸是相貌堂堂，天津叫他来录像，北京在大斗塔的威名扬啊。此人到了桌子内，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嚷嚷啊，青年演员是榜样，北京的二环里边有个住房啊，今年是33岁，身强力壮，没错啊，身边还缺少一个大姑娘啊，哎嘿呀。你怎么了？你不要紧的吧你。
我就告诉你什么呀？啊，你吆喝了一传统的，嗯，我又改过来了。那是我没拿这最好的，卖不头的，这你也行？那当然了，这是我们传统相声的经典。对，展示一下。哎，吆喝着卖，哎了吧，吆喝着卖了吧，吆喝着卖了就是不打价的。看看这个布，再看看这个色儿，它没有包边，没有褶儿，没有窟窿眼儿。这是什么色儿？这是本色白。它怎么这么白？它怎么这么白？它怎么这么白？你说怎么那么白？我哪知道它怎么那么白呀？因为它是白布，白布不掉色呀！别打我！完了，宝贝儿，完了！什么就完了？完了！要我的什么色儿？白布啊！要个白布，白布，白布啊！这是传统的。对啊，传统的还有一个色儿，什么色儿？黑的。我问问你啊，你说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？当然是一个行业了。指着这个吃吗？当然指着这吃饭啊，就指着卖布头吃饭。没错，就卖黑白俩色儿就能活着。过去人就专门为咱们俩人服务，是吧？也没有咱俩这么穿大褂的、啊、我们这传统的内容它没有其他的颜色，那不是传统的吗？呦呦呦呦，这不有我吗？你怎么意思啊？我要早来早有新的了。真的假的？当然了。那、啊、这么着得了，怎么着，咱各位观众咱鼓鼓掌干嘛？让他来一回怎么样？你对不对？我们就为听其他色儿。你听听啊，要换着买了吧，不错，要换着买了我这不打尖了吧，是喽。瞧瞧这块布，这个看看这个色儿，嗯，没有包边，没有褶儿，没有个窟窿眼儿。老词儿，这是什么色儿？什么色儿啊？这是一块红。等会儿，红的了，红的。人家穿那红色。对了，你可得唱红。那可不唱红吗？往下唱。哎，它怎么这么红、啊？它怎么这么红？它怎么这么红？是啊，就好像广场上红旗飘来罢了。啊，它怎么这么红啊？是啊，是小白兔的眼红的。这仙鹤顶上红，嗯、这搜狐的小狐狸没有它这么红，就好像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罢了。好吗？咱不提这种红。嗯、咱抄起一块橙，橙的。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，哦、彩虹它怎么这么橙？怎么这么橙？是梵高向日葵，嗯、那万圣节的灯、哦，那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它这么橙 啊！那千里眼、顺风耳、葫芦娃二娃也没有它来橙了、啊。咱不提这种橙。嗯，抄起一块黄黄的黄色的东西，都是亮亮堂堂、啊、有这小麦玉米粒儿、嗯、这香蕉柠檬，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、哦、那秦叔宝喝酒、嗯、他搂着绍兴黄，在那黄标马上挂着那副书童见金装了、嗯、咱抄起一块绿绿的绿色的东西，我再提上一提，什么东西？有那冬瓜配青提，够绿了。库尔勒的梨、哦哦，您点上一盘拍黄瓜，就剩俩瓶皮，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，扣块西瓜皮了，这个青蛙叼着腊八蒜就窜进了邮政局了。看您说绿不绿啊？绿啊！您买回家里去啊，这大褂做一身，那裤褂做一套，剩下布头做顶帽子，你送给了他。我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一双，不要这个，咱抄起一块青青的。说点个轻的东西，你来听一听。什么东西？它出自兰草。兰草。雨过天青、嗯、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，他也留美名、嗯、在马嵬坡前有一片草青青，在那白瓷上边画青花，他出了个青花瓶、啊、够青的。咱唱完了这种青啊、嗯、咱抄起一块蓝。蓝的。有那蓝脸的窦尔敦，曾经盗御马，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。哎呀，这景泰蓝人画翠鸟，扑棱棱飞到了空中，又往海里边扎呀、嗯、咱不提这种蓝了，还有咱再把紫的说呢的，这个紫的不算多了，咱们不多也得说呢，在这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割呢，在这旁边还长出来紫罗兰两颗呀。好嘛，咱唱完了彩虹色，还有啊，再唱一块花。花的花花世界的你了看看吧、嗯、那大包袱系上它是含辛就驾、嗯、大包袱打开了天女散的花，
七个色的搁在了一块布上，做一件花色的布拉进去了，看看罢了。这天上有彩虹，那地上有鲜花。这爸爸爸爸一家子遇见了葫芦娃了，这不可能花，是人可不能花呀，不能花。你要是个大花篮的，谁都不待见他了。那要说花的，你比不过他。还有我呀，现任的丈母娘啊，他这儿就有仨。